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东安湖体育公园多功能体育馆，欢迎您跟随直播画面来到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8月3日，也是体操项目的第3个比赛日，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是本届大运会体操项目女子项目的资格赛第3场，同时呢也是女子团体的最后一场决赛。今天比赛的运动员不仅要为自己争取单项的决赛资格，同时也要为队伍拼得一个更好的团体成绩。本场比赛过后将会产生本届大运会体操项目女子团体的金银铜牌。马上出场的队伍有中国、台北、日本、芬兰、韩国4支队伍。那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队呢，会和中国台北队一起按照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操的顺序进行比赛。团体采用的是5-4-3的赛制，也就是说每支队伍最多可以派5位选手参赛，每个项目呢有4个人上场，取其中3个最高分计入到团体的成绩当中。第一轮的比赛在跳马的场地将要进行比赛的是中国台北队。这一轮的下半场在跳马场地将会是日本队出场亮相，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强项。高低杠的场地本轮比赛的是芬兰队，下半场是韩国队。教练员正在检查这个锁扣啊，在调试器械过后一定要把器械上的锁扣扣紧。高低杠的准备时间相应会长一些，首先运动员的赛前热身就会有50秒的时间，其他项目都是30秒。跳马项目上呢是允许团体的选手有2次试跳的机会。现在看到的是高低杠的赛场，芬兰队的选手。芬兰队这次是有一对双胞胎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呢是030号，这是米尼亚。米尼亚和米塞拉都是芬兰队的选手，是一对双胞胎。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预定编排。高低杠的比赛当中有4个特定的编排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求运动员必须要有一个高杠至低杠的飞行动作，第二就是要有一个在同一杠上的飞行动作，第三是要有不同的握法，比如说你有正握的动作就必须要有反握的动作，第四个要求就是要有至少是360度转体的不是飞行的动作。这4个特定的编排要求，每完成一项就可以获得0.5的特定编排分，满分是2分。再来关注一下跳马的赛场，
那完成了一个难度价值 3.4 的动作。女子团体的比赛跳马只需要完成一跳，如果想要冲进决赛的选手必须要完成两跳，并且这两跳必须来自不同的组别，不同的动作种类。他刚刚完成的动作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做了是一个种圆的躯体后空翻，难度价值是 3.4。 种圆呢就是在侧手翻的之后向内转体90度之后向后空翻。这一跳得到了12.00分。现在看到的是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林怡珍。后手翻后直360，难度价值4.2。这跳完成的还是不错的。难度价值处在一个在女团的比赛当中中等的水平。完成动作的过程当中，并腿还是做得很不错的，身体姿态不错。李一真呢是要去拼单项的资格，所以他本轮当中要完成两次跳马。刚刚他完成了一个第三种类的动作，第三组别的动作，那么在这一轮当中就不可以再完成第三类的。林真的第一跳得分是2.766。林怡珍刚才完成的是第四类的，现在她完成一个第三类的种圆后屈一周。第一轮跳的是后手翻的后直360，种圆后屈一周还是稍微简单了一些。像现在的国际赛场上，跳马如果非常优秀的选手基本上都可以完成5.0的难度储备。女子团体的比赛当中，如果三位选手都可以掌握5.0的难度的话，那确实是还是比较可观的，这对女团的比赛是非常有优势的。林怡珍的两跳动作当中，第一跳还是比较好比较难的，第二跳所用的难度价值会稍微低一些，完成度还不错。看一下两跳的平均分，12.366分。刚刚完成跳马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赖品如。赖品如刚完成了一个毽子后手翻后直360度，看一下他的身体姿态。
在第二腾空的时候，一开始会有一个分腿，就撑马的那一下，这个分腿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跳同样是一个难度价值 4.2 的直体横空翻转体360度，如果这个动作能转到540度，将会是 4.6 的难度，转到720就是 5.0 的难度。第一跳的得分是 2.966，大家看一下他的第二跳，重圆后屈一周，难度价值 3.4， 两跳的完成度都还是比较不错的。第一跳的时候呢，分腿比较明显，而第二跳的完成质量我感觉比第一跳还是要好一些的，而第二跳主要是难度的价值低一些，完成一个简单难度，拼了一个比较好的完成。跳马的种类当中一共是有五种，第一种呢就是不带空翻的跳马动作，第二种就是前手翻带或不带纵轴转体，先来看一下它的分数啊，12.566的平均分。第二个种类呢就是前手翻带或不带纵轴转体180或360加空翻的动作，第三组就是种圆，第四和第五组都是毽子后手翻上板，区别呢就是在第一腾空的位置，第四组是带或不带纵轴转体270度的上板，第五种就是第一腾空带纵轴转体180度这个类型的。也就是说第四和第五组的区别啊，第四组呢就是毽子后手翻加后空翻类型的动作，那第五组呢就是毽子之后转体180度，再后面接的是空翻，但是接的是前空翻的种类居多。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台北队的选手王之提，王之提的第一跳得分13.033，这是做了一个第二种类的动作，第二组的动作，前手翻躯体前空翻转体180度，难度价值在4.0。也是空中这个小分腿会产生扣分，单脚踩线，踩线的话应该是不会扣额外的这个 P 分。因为线是算在界内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出了线啊，哪怕一根小脚趾出了这个边线的话，都会产生扣分。单脚的话扣0.1，双脚或者是双手或者是
其他的身体部位出了这个边线，扣0.3。对于中国台北队来说的话，跳马算是他们项目当中的一个优势项目。有三位运动员都是完成了两跳，都去冲击了跳马项目的决赛资格。好，来看一套芬兰队的高低杠。这就是铜杠上的飞行动作。这是高至低的飞行动作。这就是低杠至高杠的飞行动作。好疼的两周下，哎呀，下法没有能够做好。其实他在杠上还是完成了不错的难度啊，该有的连接都连上了。编排当中也是编入了飞行接飞行的动作，但是这个下法确实比较可惜。新周期当中，分腿叶格尔和屈体叶格尔变成了同一个难度格当中的动作，在一套动作当中只能变一个。上个周期很多选手屈体的、分腿的都会去完成，但是到了这个周期必须要改编排。那么上半轮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是完成了，现在进入到下半场之前的赛前热身。下半场在跳马的赛场是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队。日本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田田千爱、牛奥小雨、宫田生子，还有一位是坂口彩夏。这四位选手当中，其中有三位都可以做难度价值达到5.0分的动作。跳马是日本队最大的一个强项。这一套高低杠的得分10.233。距离准备活动结束还有30秒。跳马项目在新周期当中热身规则是产生了一些变化，原来是计时的，现在是计次数。如果只参加团体比赛，也就是说在比赛当中只完成一跳的选手，他在热身的时候可以试跳两次，在比赛当中要完成两跳的选手，在准备活动的时候可以去跳三次。
这是会有专门的裁判员对这个热身进行记录的。如果运动员超过了这个热身的次数，在最后的分数当中会产生扣分，也是新周期当中的要求。刚刚进行热身的就是宫田生子。本轮高低杠项目上的是韩国队，躯体的叶格尔，分杠回环360 ，Park 空翻，分杠回环的180弧形至高杠。后团两周下，哇，下滑站得很稳。这一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成套，难度稍微简单了一些，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来看一下日本队的跳马，田田千爱，毽子后手翻后直540，难度价值4.6。空中的身体姿态当中会有一些屈腿，但是下法这个落地啊，落的还是比较稳的，而且非常正。尹宝恩的高低杠12.300。马上要上高低杠的是韩国队的选手李多颖，登杠的沙波，现在有一些无效的预摆。确实啊，在完成登杠沙波过后，身体已经是失去了动力性，有很多无价值的这种虚摆，这在打分当中都是会扣分的。但是这些虚摆也并没有帮助他找回动力性，直接导致掉下了器械。掉下器械的话会直接扣掉1.0分。
分正涛，分正涛180，这一个分腿的叶格尔。蹬杠360，后团两周下，后面的动作还是顺利完成了。甜甜亲爱的跳马得分13.566。像这样团身在空中，虽然膝盖并上了，但是小腿分开了，并且有勾脚，这都是会产生完成分的扣分。李德颖的高低杠得分11.400。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宫田生子。日本队的宫田生子可以完成5.0的跳马。看一下他今天的发挥。嗯，非常的不错，毽子后手翻后直720，这是在女子团体的赛场上最最流行的一个动作。在世界高水平的舞台上，这都是非常不错的跳马难度储备，而日本队可以做到人手一个后直720。宫田生子也是要去拼一下跳马的决赛，这也是他自己的强项，所以呢，他要完成两跳。第一跳的得分是14.066。来看一下第二跳，选择什么样的动作。做了一个332，种圆屈体啊，种圆直体的后空翻，转体360。侧手翻内转90，之后是一个直体的转体360，但他用的是，应该是用的立松的做法，用了一个外转。当然难度分是一样的，两跳的完成都是非常不错的。
两跳的平均分13.683分。抱歉，我们更正一下啊，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宫田生子，刚刚完成动作的是坂口彩夏，他们的名字上我稍微的有一些认错了，抱歉。宫田生子呢，今年是18岁，也是日本队的主力成员啊，他的跳马和自由操都是强项。同样完成了一个5.0。毽子后手翻后直720，但是他这一跳呢，空中会有一些脚腿，并且腿并的并不是非常的直。同样是5.0的难度动作，刚刚的坂口彩夏其实完成质量会更好一些，而宫田生子这一跳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因为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所以这样的完成质量已经很不错了，就是空中的脚腿会扣掉比较多的完成分。日本队同样跳马是他们的一个强项，先来看一下宫田生子的分数14.00。同样是有3位选手都要冲击跳马的决赛，所以说每个人完成两跳，马上要进入到的是宫田生子的第二跳。完成了一个难度价值4.8分的动作。这个动作就是在我们看一下啊，毽子后手翻的同时转体180度之后，再来一个直体的前空翻转体180，这就是第五组种类的动作。这个动作难度价值4.8，它的两个跳跃都是比较难的，一个5.0，一个4.8。好，看一下第一轮次过后的一个分数对比。那刚刚在这一轮当中，我们看到的分数对比是并不是同一个项目啊，因为第一轮中国对比的是高低杠，然后第一轮刚刚日本队比的是跳马，所以说我们看到第一轮次的对比是拿中国队的高低杠和日本队的跳马进行了一个对比。
那在第二个轮次当中，在平衡木上进行比赛的是芬兰队，在高低杠的赛场上会是中国台北队。今天的平衡木赛场确实是状况不断，很多的选手在下午的场次当中也是出现了掉木的情况。再次掉木，那这样的话，这一套确实，完成分会非常不理想了。每掉下一次都是1.0的完成分扣分。这其实是芬兰队比较需要的一套平衡木，没有拿到理想成绩的话，会被计入一个别人的成绩。团体的赛制是5-4-3，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每个队伍来讲的话，每个项目会有一次容错的机会。芬兰队的蒙泰尔完成了自己的平衡木。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台北队的林怡珍。分腿的叶格尔。是很顺利的，同样是并不是非常难的动作，但是把自己练出来的水平，自己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都正常的发挥了出来，这就是对于运动员来说在赛场上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躯体的叶格尔和分腿的叶格尔在本周期当中一套动作只能使用一个，是被划为了同一个难度格。蒙泰尔的平衡木10.100分。
你在高低杠的比赛当中啊，会是有一些不同的连接加分的，直接的连接才可以获得加分。那 D 组的难度加一个 D 组或者是比 D 组更难的动作的话，可以获得0.1的加分。那一个同杠飞行或者是低杠至高杠的飞行达到 D 组，再加一个 C 组或者是更难的在高杠上完成的动作，可以加到0.2。再来就是一个 E， 两个 E 啊相加，其中一个是飞行，这可以加0.2。啊，再有就是达到 FD 的飞行接飞行，可以达到0.2的加分。哦，一开场出现了失误啊。这个是中国台北队的王之提，也是努力控制自己没有掉下器械。现在腿部打在了杠上，这其实都非常疼啊！看一下身体的状况，有没有受伤？看我们的比赛的配备啊，在赛台的旁边就有医疗组，就最大程度的保证了运动员的安全。他就是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是嘴巴碰在了杠子上，这一下非常疼。其实当时肯定已经非常难受了，但是他强忍着这种痛苦，继续完成后面的比赛。你看医疗团队来得多快。就直接在场地的边上对运动员进行治疗，确实是非常顶级的赛会的配备。运动员也是非常的坚强啊，在出现了状况的情况之下，还是强忍着伤病完成了后面的比赛，虽然完成的不好，但是他已经尽力了。好，看一下洛伊卡斯，来自芬兰队的平衡木，后手翻的抱木上。后手翻拉拉提，一个 B 一个 C， 交换腿跳稳了一下，哇，在木上想要去做简式变身跳，纵木纵劈，这几个动作的完成质量都不高，尤其是纵木纵劈腿，角度不够，并且有屈膝，现在完成了一个转体的编排要求。挺身侧空翻，再接一个团身的180下。这些创边其实都是非常新颖的。那在幕上其实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完成扣分因素。这样身体的晃动，或者是身体姿态的不到位，后团的360度下，身体姿态不到位都会产生一些，完成分的扣分。但是它是没有一些重大的失误。刚刚芬兰队的平衡木会有一些运动员掉下了器械，
那他这一套其实整体的发挥还算芬兰队比较好的一套。中国台北队的选手丁华田完成了自己的高低杠。高低杠呢，其实也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在下午的比赛当中是获得了42.732分。丁华田的高低杠分数是1.933。好，这一套平衡木11.766。芬兰队的安蒂拉姐妹当中的一位，这位是米尼亚。完成了一个蹲转720，非常漂亮。啊，在完成镊子空翻的时候掉下了器械。今天芬兰队的平衡木确实是状况频出。这样会记录到很多失败的成套分数。后团一周，站得还是很稳的。加换腿跳、劈腿跳，这个劈腿跳的角度可能会被扣一下，看一下裁判员的认定。后团一周下，毽子后手翻上的时候做的还是很漂亮的。
前手翻接镊子空翻，也是想去做一些很漂亮的编排，高难度的编排。哎，确实掉下器械，直接就把想在难度上涨的分数扣掉了。明亚的平衡木11.333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高低杠赛场上场的是日本队。平衡木赛场是韩国队，其实单从高低杠的单项去对比的话，日本队的难度储备是在17.2左右，这是我所去查看日本今年全日锦标赛的一个成绩去做了一个统计。日本队这几位运动员挑出来三个最高的难度分，加在一起是17.2左右。那中国队今天拿出的高低杠的难度成绩啊是18.1，这个项目当中中国队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先来看一套韩国队的平衡木，这是韩国队的尹宝恩。后手翻拉拉提，哎呀，还是掉下来了。挺身前空翻，稳住了。再来一个镊子空翻，两个D完成了。交换腿劈叉跳，角度做得很不错。纵劈腿狼跳，单足转体360度，满足了一个编排的要求。挺身侧空翻，平衡木的比赛确实是四个单项当中最难比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平衡木，它的木宽只有10厘米，运动员在10厘米的这种宽度上去做动作，下法做了一个后直720。其实我之前试过在这个平衡木上去走的话都是有一点害怕的，更别说运动员在上面要去做空翻、做跳步、做转体，其实他们完成一个简单难度练出来都已经非常难了，更别说去完成空翻，再加上比赛确实本来就非常的紧张，再受一些心态的影响，确实非常的容易掉下器械。中国队今天的平衡木比的是非常不错的，三个记录的有效分还是很理想的，尤其是欧玉山的平衡木的发挥相当的漂亮。
那么现在看到的尹宝恩，他的成绩是10.466。马上出场的是韩国队的李多颖。完成蹲转，看一下，一周两周完成了720。后手翻拉拉提成了，交换腿跳，纵劈腿跳，挺身前空翻，目前还是非常稳的，挺身侧空翻，再来一个镊子空翻，三个地，后直720 C 组的下法。平衡木的比赛同样下法，如果满足D的话，是可以额外的获得0.2的下法加分的，啊，如果是 C 的话就是没有。所以这个周期当中，很多女子选手都尽可能的想去拼一个 D 组的下法，这样的话非常的赚。如果下法想要去练出一个难度价值0.6分的动作，在上个周期那是多么难的一件事。但是这个周期当中啊，只要做一个 D， 就可以赚到0.6。平衡木当中的特定编排要求是，第一点是要有一个舞蹈串，要求至少是两个不同的舞蹈难度的连接，其中一个必须是纵劈腿达到180度的跳步。先来看一下李多颖的成绩，12.766，对于韩国队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平衡木得分。平衡木上的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要有一个旋转动作，第三就是要有一个技巧串，第四就是要有不同方向的技巧动作，每满足一项的话可以获得0.5的加分，满分是2分。现在看到高低杠的赛场正在进行准备的是宫田生子，宫田生子的高低杠大约有5.7的难度储备，分杠沙波180，白环倒立转体180，分腿的叶格D组，分腿的特卡帕克空翻，地地的直连成了，这边有0.1的加分。分杠沙波，再来一个金格尔，又一个地地，而且这一串可以加0.2。白环倒立转体360 ，C 组。后团两周下，下法没有用他最难的下法，保了一个稳定性。今天宫田生子在高低杠上的发挥整体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很顺利。成套当中的第一个难度是比较难的，登杠的沙波转体180的话是达到了一组0.5，而且他所设计编排的难度串都成了。第一个呢是分腿特卡接一个 park 空翻，这 DD 的直接连接可以获得0.1的连接加分。那再有呢就是登杠的沙波一个 D 接一个金格尔的 D， 但是这个是满足了低杠至高杠的飞行动作，再来一个高杠上的飞行动作，
满足 DC 的话就可以加 0.2， 它这是一个 DD， 所以这可以加 0.2， 这是成套当中的亮点。今天没有用它最高的难度是在下巴上，它其实是可以做团身旋下的，今天只是做了一个两周的下，没有加转体。那么整体完成质量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宫田生子在2022年的世锦赛上是平衡木项目拿到了铜牌。2023年的全日个人全能锦标赛，宫田生子也是获得了亚军，冠军呢是渡部夜月。但是渡部夜月在备战期间7月底的时候脚部受伤了，所以这次没来。13.300的高低杠得分。好，马上上场的是日本选手深泽。深泽的高低杠也非常漂亮，有一个6.2左右的难度储备。看一下今天的发挥。躯体的叶格。这是他的高难度。他想要挑战的是分正涛并腿特卡，而且如果顺利的话，他这一串还可以接一个 park 空翻，但是直接掉下了器械。这对日本队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日本队的女团其实是想要用他这一套高低杠去记录到团体的成绩当中的，那这一掉的话，这一套的成绩大概率不会被记录。深泽呢，在今年的全日锦标赛当中，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4名，他最大的强项其实就是高低杠。如果按照原计划的话，它的难度可以达到6.2，但是今天还是减了一些难度，主要是在掉下器械之后状态欠佳。这一套高低杠得分只拿到了12.366。日本队高低杠的总分只拿到了38点几啊，确实是不够理想。看一下分数，目前是83.965分，中国队排在第一，日本队是80.565分，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是西班牙队，中国台北队排在第四位。
那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台北队要比的是平衡木。这片场地下半场将会是日本队进行比赛。另外在自由操的场地上，上半场进行比赛的是芬兰队，下半场是韩国队。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格赛，同时也是女子团体的决赛。那大家比出来的资格赛分数，在单项上进入到前八的选手可以进入单项决赛，个人全能呢是排名前24的选手可以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目前女子个人全能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选手欧玉珊，第二位的是中国选手罗欢。好，现在看到的是芬兰队的洛伊卡斯。后团两周。简式变身跳180，这动作做得很漂亮。抱转360，技巧的间接连接完成的还是很稳定的。进入到蹲转一周，这个位置要看一下裁判员的认定，没有转满720。交换腿跳180，它的成套编排动作的设计和音乐贴合的还是不错的。自由操的编排特定要求，首先呢是要有一个单脚的舞蹈串，有两个不同的单脚跳或者是小跳舞蹈动作直接或者是间接连接组成。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要有一个带纵轴转体的空翻动作。第三呢，是要有一个横轴两轴的空翻。第四就是要在同一或者是不同技巧串当中的后空翻和前空翻，就是要有不同的方向。每满足一个特定的要求可以获得0.5，满分是2分。中国台北队的林怡珍平衡木，交换腿结环，小范拉拉提同样是这个动作出现了失误。
今天采用小帆拉拉提的很多运动员都掉下了器械，来一个挺身前空翻，再来一个挺身侧空翻，刚刚满足了跳步串的编排要求，再来一个侧团镊子空翻，满足转体类的编排要求，后手翻啊，毽子720，后直720下。这条自由操的得分是11.200。交换腿跳上，一个难度的上法，上法做的其实很漂亮，开度做得很好，身体姿态也是漂亮的。这边掉下器械之后，重上器械之后，其实整体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最后的下法呢，出现了脚腿，林真的平衡木得分11.866，其实难度储备还是很不错的，就掉下器械导致他的完成分比较低。好，下面是中国台北队的赖品如。交换腿结环，哦，哎呀，其实是完成了的，这个后团做得很不错啊，落木之后身体失去了控制，他的平衡木也是自己的一个优势，在木上练出了高难度的动作，今天也是没有发挥好，非常可惜。木上的一段舞蹈编排，挺身前空翻稳住了，一个劈叉结环，镊子空翻，身体晃动比较明显，单足转体360，满足了一个特定的编排要求。做了前直的下法，今天在木上其实如果不掉下器械的话，木上整体动作的完成都是很不错的，
他是中国台北队平衡木当中的一个有高难度储备的一位选手。纵分跳、横分跳，这是满足跳步串的编排要求。目前在平衡木的单项的分数当中啊，中国选手欧玉珊是排在第一位，罗欢在第二，张锦是排在第三位。刚刚比完的韩国选手李多颖的分数，平衡木的单项分数目前是排在第四位。平衡木的比赛当中也是计入八个最高难度的动作啊，必须是要求有三个舞蹈动作，三个技巧动作，这其中必须包括下法，再来就是挑两个任意的难度动作。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这一套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最后的得分是11.733。好，马上要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丁华田，这是中国台北队最后一位上平衡木的选手，交换腿跳上，直接连了一个交换腿跳180。那这样的话，中国台北队的平衡木分数，确实会很不理想，因为多人次的掉下器械。我们刚刚提到团体的赛制5-4-3，只有一次容错的机会，多人次的话会被记录到。团体成绩当中会有很多个失败套。木上的舞蹈动作还是很漂亮的，他的身体姿态非常出色，舞蹈动作的展示很有表现力，俯身侧空翻，动作完成的真的很干净。后面立转的360有一些晃动，这是满足了特定的编排要求。前直360下，其实能够感受得到这位选手啊，他在表现力方面做的是很出色的。如果这一套顺下来的话，也会是一个很成功的成套动作。上法是很难的，直接交换腿跳接交换腿跳转体180，也是在挑战高难度的连接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现在第三轮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那在下半场当中呢，日本队将会上平衡木，韩国队将会比自由操。现在看到的就是日本队的平衡木赛前热身。在这个项目当中，中国队今天拿出来的难度是17.00分，日本队的难度储备是在15.9至16.6之间。也就是说，在今年度的比赛当中，日本队的女团三个选手所展现出来的难度，最低的情况是15.9，最高的情况是16.6。也就是说，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难度，如果是按照日本队比的最好的情况，我们可以比他们高0.4，日本队如果比的最差的情况，在难度的方面，我们是比他们高1.1。当然，还是要看临场发挥啊。日本队这边平衡木上面，看看今天是否有一个好的发挥。丁华田的平衡木得分11.666。准备运动结束，第三轮第二组比赛开始。好，在平衡木的赛场，日本队的坂口彩夏出场。坂口彩夏今年度展示出来的平衡木难度储备在5.4至5.5。中川城正称一个 A 组的上法。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横分跳。挺身侧空翻，拉拉提。蹲转完成了720度。镊子空翻，后肢900下。他这一个呢下法就是可以获得额外的0.2的下法加分，因为后肢900是达到了 D 组，相当于一个0.4，再给加上一个0.2，这个下法可以获得0.6的分数。坂口彩夏今年是21岁。其实他的跳马难度储备确实非常不错，跳马在上个奥运周期的世界杯比赛当中成绩的排名还是比较不错的。
坂口彩夏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参加过2022年的世锦赛的，也是日本女团的主力成员。本赛季的世界杯，他在巴库站上的表现会好一些。平衡木是第四名，自由操是第五名。今天的平衡木拿到了13.466分，难度是用了5.2的套。好，马上上场的是日本选手深泽。交换腿跳上D 组的上法，难度上法。后手翻拉拉提，挺身前空翻，再来一个 D 组纵分跳、横分跳两个 D， 满足跳步串的编排要求。挺身侧空翻，再来一个 D， 看一下蹲转，蹲转做了540，这是一个 C。交换腿跳，再来一个 C， 镊子空翻一个 D 组，毽子后屈两周下，后屈两周下可以达到 E 组的下法，同样可以获得0.2的下法加分。这一套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从它的难度上来看的话，它也是没有使用自己最高的难度串。刚刚的后手翻拉拉提，如果它采用更高的难度的话，它是可以接两个拉拉提的，我今天是只做了后手翻接拉拉提。那这样统计下来的话，难度当中会有一个 E、四个 D、三个 C。那一个 E 呢就是0.5，四个 D 就是1.6，三个 C 0.9，难度分是3.0，编排分是2分，下法分可以加0.2，总共应该是5.2的难度。今年20岁的深泽，在2023全日个人全能锦标赛当中是排在了第四名，也是目前日本队很出色的一位选手。难度分5.2，完成分7.7，最后得分12.900。来看一下日本队的田田千爱。挺身前空翻，劈叉结环。镊子空翻。后手翻拉拉提，一个 B 一个 C，
啊，很漂亮，交换腿跳，一个 C 再接一个狼跳，满足了跳不串的编排要求。挺身侧空翻出现了失误。一个立转的360，满足转体类的编排要求。毽子后屈两周下，日本队平衡木的下法都是用的比较难的。后屈两周下一组的难度可以获得0.2的下法加分。暴转的720，直接做一个后直1080，后屈两周五双脚出界。蹲转的720，这一串的落地也是不太稳定。交换腿结环，简式变身跳180，满足了跳步串。这一套自由操的设计还是非常用心的，看他的手部动作、身体的动作都是尽可能的去贴近音乐，舞蹈的设计和音乐是有结合的，这在自由操的比赛当中是大家非常希望看到的，就是运动员是一个会展示舞蹈动作的运动员。她的舞蹈动作做得确实非常漂亮。女子的自由体操是在比赛当中唯一有音乐的。给林千爱的分数12.300。韩国选手李多颖的分数是2.400，出界是扣掉了0.3。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韩国选手崔多帅，
简式变身跳180。后屈两周，哎呀，应该是单脚出界，但是这个深蹲啊会扣掉很多的完成分，抱转720也是不够稳定。同样在舞蹈动作的设计上是很贴合音乐的。前直的动作很多运动员做起来确实比较困难，今天韩国队两位选手都在前直的时候出现失误。交换腿跳很漂亮，交换腿跳180，这两个跳步的开度还是很好的。整体的发挥还是不错的，自由操呢也是韩国队的一个强项，在他们所有的项目当中，这个项目是要去挣分的。在体操的比赛呢，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操的地分都是包括下法在内的最高8个难度动作会被统计，之后完成了编排要求会有编排分，满足了连接价值会有连接分。单个的难度动作现在是从 A 到 G，A 是 0.1，B 是 0.2， 以此类推到 G 就是 1.0。谁都帅的分数啊，10.766。目前中国队是123.663分排在第一位，日本队是120.931分排在第二位，中国台北队110.296分排在第三位。
备活动结束还有30秒。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芬兰队的赛前热身，在本轮当中他们要比的是跳马。刚刚利用赛前的热身时间大概的算了一下分数啊，目前中国队的领先优势还是非常不错的，2.732分。今天日本队主要是在高低杠上完成的不好，他们在这一项当中只拿到了38.866，那而中国队的高低杠呢是42.732分。在平衡木这个单项上，中国队是拿到了41.233，而日本队是拿到了40.366。所以这两个项目当中，我们都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非常好。目前在三项的成绩当中，我们比日本队高2.732，还剩下最后一轮的比拼。芬兰队的跳马也是空中有勾脚和分腿的情况，这是蒙泰尔。做了一个第四类的动作，后手翻后直一周，这个直体的动作确实不太漂亮。屈膝勾脚，落地一小跳，这都是要扣完成分。
刚刚完成比赛的是芬兰队的洛伊卡斯。刚刚也是观察了一下评论区啊，看到大家非常关心自由操这个单项的情况，因为只剩下最后一个单项，日本队一会儿要去比自由操。那在自由操的本年度的比赛当中，日本队其实他们整体的难度储备在15.8至15.9，是目前他们所展现出来的难度储备。中国队今天的自由操拿出的分数是16.2，所以其实在自由操上，如果日本队不上难度，并且不上很多的难度，今天中国女团这一枚金牌也是比较稳了。同样是后手翻的后直一周，难度价值3.6。这是芬兰双胞胎姐妹当中的米尼亚。动作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很漂亮，在空中的身体姿态是出色的，落地的时候稍有不稳，扣掉少量的完成分。米尼亚的分数12.233。这是双胞胎姐妹当中的另一位米塞拉。现在后手翻后屈一周。这一跳呢，难度价值是3.2。刚刚米尼亚做的是后直一周是3.6，他这个后屈一周少0.4。这个后屈呢？就没有米尼亚完成的那样身体好的身体姿态好的这样的标准，空中有屈膝有勾脚。米塞拉的得分11.866。芬兰队女团的成绩，因为跳马是先比完的，所以他们的团体成绩已经出来了，135.396。
好吧，你说我听刚听里边喊游泳了呀，你别说别的，他发现说游泳了。我们看到评论区当中会有观众朋友们比较关心中国队的团体成绩，中国队是在下午的场次进行的团体比赛，我们总共拿到了163.029分，我们在跳马当中是39.366，高低杠我们得到了42.732的高分，平衡木是41.233的高分，自由操我们拿到了39.698。正在进行比赛的是中国台北的选手赖品如，后团两周。后转1080，交换腿结环，交换腿180。这边原计划还是想去努力的转1440，但是应该只能被认成1080。前直的360。也是把自己的计划难度啊，非常不错的发挥了出来。第四轮第一组比赛结束，第二组准备活动开始。好，现在第一轮的比赛已经完成了，马上是下半场的比赛。今天在最后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跳马的场地将会是韩国队，自由操的场地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队。
距离准备活动结束还有三十秒。戴品如的自由操得分12.233。中国台北队的团体成绩145.928。第四轮第二组比赛开始。好，现在日本队的自由操已经开始比了。自由腿水平的转体还是非常漂亮的。蹲转的720，抱转的720，简式变身跳的180。后屈两周。跨节环，再来一个交换腿劈叉跳。这一套完成的质量还是很高的。来自日本的选手田田千爱，也是高质量的完成了自己的预定动作。其实，在这个单项上，日本队想要冲金的话，压力是极大极大的。因为现在中国队的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日本队在自由操这个单项当中必须要达到42.832以上才可以超过中国队的团体成绩拿到金牌，也就是说相当于他们每一个人的成套都必须要达到14.277以上。了解体操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多么难以达成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在四位选手当中，如果看到两个低于14.277的成绩，就说明中国队已经赢了。今天中国队在下午的比赛当中表现的确实是非常出色的。其实我们知道，和日本队去争这一枚女团的金牌是不容易的，但是今天我们做得很好，12.966。好，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日本选手牛奥小雨，这是我们稍微陌生一些的选手。他呢是在渡部耶月在七月底脚部受伤之后替补他的位置，进入到了日本的女团当中。也是拼了一把，后540毽子小翻，后直900前团，这一串确实是他的成套当中最大的亮点。
横劈腿跳的361个 C。前720，前360，这是一个 DC 的直接连接啊，可以获得0.2的连接加分。跳步是简式变身跳360，这是一个 D 组的跳步。后期两周完成了一个 D 组的下法，获得0.2的下法加分。对于牛奥小雨来说，其实今天这是他最大的任务，他的自由操是优势项目，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强项，也是日本队需要的一套自由操的分数。今天其实他在比赛当中已经是发挥得很出色了。立转呢，想去升1440，那这边的认定呢，也是要等裁判员看是否认为这个角度转到了。刚刚日本队是已经出现了一个14分以下的分数了，如果再出现一个14分以下的自由操，那说明中国的女团已经是获得了胜利。画面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韩国选手金书贤，他也是要去冲击跳马的决赛，所以要完成两次跳跃，第一跳得到了13.166分。第二跳简单了一些，这一跳难度价值是3.8。对他来说，这两跳都是成功的。再来看一下板口踩下的自由操，毽子小翻后直1080一组，横劈腿跳的360 C 组。后团两周 D 组。
进入到他的舞蹈编排的部分。交换腿跳，简式变身跳180，一个 B 一个 C。后540前360，技巧的直接连接可以获得 0.1 的连接加分。蹲转720 D 组，看最后的技巧串，后直900，这是满足了 D 组的下法，可以获得 0.2 的下法加分。板口踩下，这也是他本年度完成的非常好的一套自由操了。那这一套呢，可以计入一个 E， 三个 D， 四个 C， 再有是 0.3 的连接加分，还有就是2分的编排分，最后他这一套应该是可以达到 5.2 的难度分，已经是发挥了自己最好的水平了。韩国女团的成绩144.096分。5.2 的难度没问题，13.266的最后得分。那这样的话，中国女团其实已经获得了本届大运会女子团体的金牌啊，恭喜中国队。最后我们来欣赏一套日本队宫田生子的自由操，同样是非常漂亮的一套动作。后直两周，蹲转的720，一个 D 组，后直的540，前直的360，这是一个 CC 技巧的直接连接加0.1，满足了跳步串的编排要求。最后的结束串是后曲两周，做得非常漂亮。日本队的选手宫田生子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操。今天宫田生子这一套自由操在第一个大空翻当中还是减了一些难度的，要保证一个完成质量，闯进到自由操的决赛当中。
这在它的难度储备当中，自由操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后直两周转体360它是可以做的，如果做这个动作难度价值可以达到 H， 也就是说一个动作就可以拿到 0.8 的分数。今天没有做，后面的比赛也可以期待它进行一些展示。那这样的话，日本女团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日本队的整体表现当中，主要是高低杠完成的确实是不理想，在这一个单项当中就被我们甩开了很多的分数，后面就再难追回来了。赛前我们的分析当中其实能够看得到，中国队和日本队在难度储备方面还是不相上下的，所以在比赛之前谁能够拿到这一枚女团的金牌，我们是不敢很早的去做一个预判的。而今天中国女团的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出色，确实非常非常的出色。先来看一下宫田生子的这一套自由操，拿到了13.500分。那这样的话，中国女团一个非常不错的领先优势，拿到了女子团体项目的冠军。中国队今天在我们的强项高低杠上面拿到了42.732分，在强项平衡木上拿到了41.233分。自由操和跳马我们的发挥也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应有的水平。最后中国队拿到的团体总分是163.029。再次恭喜中国队，今天姑娘们表现得太出色了。而日本队的成绩总成绩应该是达到了160.029。好，再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中国队以163.029分获得了女子团体的冠军。那日本队呢是160.663分排在了第二位。最终拿到铜牌的呢是西班牙队，他们得到分数是146.431分。再次恭喜中国女团，我们在大运会的比赛当中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恭喜中国队。